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北狼君，欢迎来继续收看好久不见的幕府将军二城军破敌的游戏实况。那上一次玩到哪里我已经忘记了，不过大概是在雨前这里吧。上次结束之后呢，发现应该说我把游戏整个删掉重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我的人物的头像长得不太一样，新的模组啊。那我们现在呢的目标应该是佐渡岛，佐渡岛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在是冬天，等一下春天的时候呢，我的先遣队就可以派出去。那这里还有一批之前死的叛徒，我一定要用好好的用我的火枪把他们每个都赶尽杀绝，气死人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回合吧。现在在研发忍术奥义，好。那如果有人在 follow 我的直播的话呢，就会知道之前，最近我都在跟那个雷龙玩阿提拉，然后还有跟Kiki 小猪玩那个《幕府将军二：无视之殇》啊。我在想之后会去玩那个帝国的美国势力，或者是印第安势力，我真的蛮想要玩这样印第安势力的。哦，这个怎么杀出来了？快撤！到着しましたぞ。竹青大将他们没有换头像，好讨厌哦！倭寇海贼去打那个了。OK， 敌方忍者铺路。长得不太那个，头像也不太一样。高山中来，忠臣杜嘉二，天哪，我们的老将军，少二世的忍者出现了，我们直接用这个幕府把他抓掉。Yes， 好的，这里有服部氏的这个事务官，也有事务官主旧制配刀武士，对，可以戳死将军，然后把这批部队招降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面对面打。对方的军队还蛮多的，我尽量不要那个随便出击吧。不过服部氏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会很顺利的打过来。现在就是这批我们要想办法杀出重围了。这个是为什么会有这些部队啊？好奇怪哦，零零散散的。好，这两批部队我都要把车拉过来了，到前线来支援。在我们的那个盟友把他们的主将全部送上前线送死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去稍微支援一下他们。冬季耗损哦。对了，改了头像之后呢，我们的那个那些氏族的女成员们，哦，也长得特别标致，而且这个你才12岁，怎么看起来就跟80岁一样呢？一定是靠太多了啊。这有枪武士队，那么就跟我说的一样，我就可以把我的部队派到前线去了。这是他们的大名。这批部队是之前风石是我们的第几儿子？风石，第二儿子，大儿子跟二儿子要一起出击了。不过这帮人真的还蛮多的。看到，我可以是可以把部队先丢到这里来啦。哦，之前铁炮武士啊，可恶的家伙！之前竹青长将啊，可恶的家伙。我看一下，因为我是蛮有自信可以胜利的，我们的远程多。所以就把部队派上前线去吧。光栄の至りに存じます。お疲れ様。合在一起吧。殿、ご命令を。
はい、上様。え、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次のご命令を。恥ずかしながらできません。はは。殿、光栄の至りに存じます。は、ご用ですか。哦，有了。はは。那继续封这个岗。殿、ご命令を。お命じよ。は、殿。你们说还是受到了一些损伤。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好的，保存游戏。上来上岸后第一件事情，当然就是先去突击他们的金矿，然后反正就是烧杀掳掠，让他们的钱都用光。叭叭叭叭叭。部队在这里，我是在等什么啊？等骑兵啊？我是在等骑兵，我该不会是在等骑兵吧？没有，也没有。反正 CP 部队是要增援过来的，嗯，这个嗯是视野没有开，yes， 阵阵狂热，平均十七加二，接下来就可以去打这座城了。OK， 没有骑兵还蛮麻烦的。不对，没有骑兵的话，我应该不好赢哎。其实也不是说不好赢，会打得很辛苦。大家想办法烧杀掳掠一番之后，然后再攻过去吧。骑兵很重要，所以搞一点骑兵。我不管从哪里升，我就要升。现在想办法升一点骑兵出来。不要作坊，我把自己的那个骑马队拆掉了。这里有缺铁炮吗？有，蛮缺的。铁炮武士还是铁炮竹青呢？其实我发现铁炮竹青，这件铁炮竹青比较好用，因为他们人多。主示范道场 ，OK。改个两马队。いつでも戦いますぞ。拉鼓来。移動が済みま。ご命令でしょうか。一批骑兵是要给他们，骑兵有一批骑兵在这里，是要给他们的，所以要记得。OK， 好，那这里的这个剃刀道场还没改好，还有两个回合。盖好剃刀道场之后，就有那个母鱼种了。嗯。然后有南蛮大炮，还是不能用。这批部队呀，欢迎马西达，真是苦恼。ご命令でしょうか。等到拉上全部拉上前线，不知道要等到西元几年呢？不知道等到天正几年呢？这边的部队可以去攻打伯奇了。给fuck。一人とて逃がさ。兵糧攻めにし。拙者にご。殿、何なりと。はて、いかように悟りを。お呼びでしょうか。参ります。殿、何かお役に立てることは。了解。哈，托诺。我的海军。我命令哟。哈，托诺。哈哈，我来得我。有的。反了。托诺，次のご命令は。哈哈，托诺，ご命令哟。哈，托诺。戦に備えよ。殿のお家の次のご命令を。はっ。
殿。有了，有了，耶！我们就可以贸易了，耶！派一大堆船去保护，天哪，真他妈不值哎！不过这样下去，我们是可以赚901元，终于可以展开贸易了，开心啊！然后我们这边的海事怎么样呢？那就是想办法驱逐他们的舰队，然后让我们的舰队过去。我们的舰队应该是过得去。は、殿、殿のためならば、声の至りに存じます。皆の者、出航じゃ！声の至りに存じます。殿、ご、砲を上げろ。怒りを下ろせ。这里有一些商船，可以来这边劫掠。船を出せ。次のご命令を。殿のためならば、声の至りに存じます。お命じを。はい、上様。皆の者、出航用意。好，剩下的也没有什么事情，部队也不用前进。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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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没有东西要盖，对吧？这里有个火药作坊，可能要拆，到时候可能要拆掉。OK。哦，这批部队要前进，我都忘记了。这部队是我要拉到前线来，哦，就是要跟他们协同作战的。然后，哦，对。はい、殿。公務にござりますか。それは無理でございます。狂恋的、免洗的这些。どうぞご命令を。どうぞご命令を。お命じください。どうぞご命令を。OK， 虽然乱成一团，蛮难看的。光栄に存じ、直ちに参り、殿。ご命、参ります。拙者、さらなる殿のお言葉こそ、起きて。あ、目的達成。可以了。不用鼓。You are he. いつでも次のご命令を。さらなるご指示を。希望，我也希望，就是，让我很感谢阿提拉把那个大部队的。这个把征兵的限制说只有将军能够征兵。不然的话那个。走到哪里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小部队，真的很烦。杀出来喽。不要让路斩。Thank you.
哎咻，这是对方杀过来的，我很开心。有没有高地？有高地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我们站在上面，他们就可以对下面进行射击。真可谓这个哇，这个吓到我了，天哪！有这个 bug， 超神！General Lee!
Lord! A glorious victory will soon be yours!21分钟，等一下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。等到我那个下一个回合，一定要把那个bug 给修，忘记了。当波受到袭击，海上冒危险。拆除未完成建筑，我还不知道。可以改天守喽，违章，先改天守。今天指示。哦，我的儿子，掠夺贸易航线，靠北。お命じよ。戦いじゃ。殿、ご命令を。はは。殿。下一回合再打好了，不是下个回合啊，应该说下一个影片再打好了，因为那个 bug 没修好的关系，到时候就是大炮满天飞的声音。好了，那这集的幕府将军就先拍到这里，算是给下一场战斗做个事前准备了。煽动士气，或者是直接达成，他们应该是不会直接达成的。OK。不要脸的家伙，就来放火烧你们的城，怎么样？你咬我啊，混蛋！好，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吧。雨前这边是蛮麻烦的，要等到骑兵过来增援。好，拜拜。